就是四连音，拿掉三个音不打，只打一个音，这样就只有四种选择了，就是只打第一个点，只打第二，只打第三或只打第四。来喽，只打第一个点是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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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用右手，右，右，右，下一个，只打第二点，用左手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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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是只打第三点，用右手，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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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一个只打左手，只打第四点，用左手，左，左，